魔法，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美味的蛋糕完成了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我要开动了。今天的画画魔法，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美味的蛋糕完成了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我要开动了。今天的画画魔法，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
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
糕完成了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我要开动了。